今天的与会来宾哈，那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我们叶庆寿叶总干事，第一线救国团总干事哈。好，那我从总干事的左手边开始哈，那接下来是我们大皮乡团委会的会长陈秋信陈会长，同时主席哈。好，那我们主席旁边是我们林中国小林志朗林校长，同时也是我们救国团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的副召集人哈。陈早辉陈会长，我们左六四方案东河国小的校长哈、哦。那在我们陈校长旁边是我们林月云林会长，是我们会长哈、哦。好，那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与会的校长跟主任哈、哦。首先介绍我们成功国小的校长杨丽娜杨校长，林内国小的主任邱春琪邱主任。好，接下来介绍我们旧庄国小的校长许学正许校长。石榴国小校长蔡正龙蔡校长，以及接下来介绍我们媒体记者朋友了哈。首先介绍我们好，在第二页，好，再介绍我们嘉兴国小校长石明元石校长的部分大概到这边了哈。那媒体记者的部分，首先介绍我们斗六市团委会的前会长张启煌张前会长，大家好，对我们相当的关心哈。那接下来是我们新闻工会理事长黄金朗黄理事长，同时也是我们新新闻报的特派记者，哎，在哪边我们挥挥手。好，接下来介绍我们嘉联有线记者，我们的蔡峰林蔡记者，以及我们真诚报我们的记者陈仁信陈记者，还有我们联合报我们陈雅玲陈记者，以及我们自由时报我们的林。今天的承办人哈，我们王家俊王辅导员，大家好。也叫李明竹，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接下来邀请我们总干事为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来掌声欢迎好不好？好，我们各位以及我们所有的校长主任们，还有媒体先生小姐啊，大家早。好。报告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圣诞节，我想是每个小朋友啊最高兴的日子。但是啊，有很多青海学生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哈、啊，因为有礼物可以拿，但是青海学生可能就这方面就没有，所以说才会想说我们来办。我跟杨校长在聊天，因为他提早到了，就要跟他这边聊天。他说去年啊，县政府有办一个协和的活动，那今年好像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这个跟协和啊，是意义是一样的。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关心这些青海的学生。那所以说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我们就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因为如果全县都办的话，可能在募集的方面的话，这些礼物方面我们可能会有困难，所以我先有以斗六市临近这六个乡镇为主，有斗六、斗南、虎尾、大皮、林内啊，还有赤崁啊，当然这六个乡镇。那目前有六个乡镇，25个学校，99位的青海学生。那我请我们的王家俊辅导员啊，就是跟学校来做联系，希望每个学校能够有4个青海的学生，然后写下他的圣诞礼物的愿望。那希望我们的礼品，我们的礼物是1000元以下，所以总共啊，我们就有募到99位的小朋友的礼物，所以今天也特别啊来开今天的记者会。那这记者会啊，我希望我们来关心这些，来我们的主任委员啊，李林中李主委，大家好。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这个活动啊，能够拓展到全县，会争取我们主委的支持啊。我们今年只有六个乡镇，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小朋友要。所以要拜托我们学校小朋友要写什么？要写感谢卡，
然后我也拜托我们这个捐赠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认养鼓励卡，然后我会亲自啊送到学校去。所以记者会以后，我会连同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圣诞礼物啊，跟感学校去。啊，所以今天我不晓得有哪几个学校的校长会在哈，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亲自送到学校去，请小朋友出来稍微跟他们鼓励，希望说他们也要懂得感恩。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啊活动啊才更有意义。啊，就像啊刚刚我们蔡正文蔡校长讲的，哎，这样的话我们力量可以更扩大。当这些小朋友长大的话，那势必我们社会啊会更祥和。那所以等一下会后啊，我会利用啊这几天的时间，在25号以前，我亲自送到学校去。啊，那这个我们的所有的校长、主任的力量，还有会长啊，对整个团队的关心啊。那事实上，我们在这募集的过程当中，也发生很多感人的事情。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怎么是透过什么？只是透过我们云林县我们自己义工的 LINE 群组，我们只是透过我们同仁的所有的 FB， 我们只是透过我们救国团的粉丝团，就这样出去而已。两天认养接近90，啊，所以社会啊还是很有温暖。也让我非常感动。那我们小朋友呢，也让我非常感动。有一个小朋友，他写说，我非常喜欢音乐，啊，也老师啊送我一支中国笛，啊，那我不晓得是哪个学校了，啊，然后他一直都很感恩，但是刚好有这个机会，他想说他要把他。他要回送给老师，表达老师的感谢。还有一位，他说：“我家庭很清寒。”他说：“妈妈希望妈妈工作回来，哦，可以喝个咖啡，能够消除疲劳一下。所以呢，他要一台便宜的咖啡机。他说便宜的咖啡机，啊，他家境也是很好，但是啊。”他戴了眼镜，哦，他希望说能够有一副眼镜，因为他用很久，也很破旧，那度数可能也增加了，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啊，可能看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就说他想要一副眼镜。学校要1000块以下的礼物，但是像这些例外的，啊，哦，有原因的，我们还是愿意给他。那我想一副眼镜不只是2000块，另外都有看到前面有三部脚踏车，这也都是超过1000块以上的，甚至都2000块以上的脚踏车，都是善心人士捐出来的。如果说学校有4个清寒学生，有一个学生要的东西特别贵重，你还满足他，其他3个小朋友他要的是1000块以下的礼物，他会怎么想？好，那我想这种教育啊，并不是很好，所以我请我们同仁去了解。那了解，我亲自送到学校去，也亲自跟其他小朋友来做解释。也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同学，他说我的脚踏车，我每天要骑脚踏车到学校，但是我的脚踏车已经很破旧，而且学校离他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要一部脚踏车。我想，我们这样送给他，也不为过。哦，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借这个机会，我们更多的这一些小朋友，甚至各位校长、各位老、各位主任，往后若有任何需要救国团针对小朋友的这个关心的这一些议题跟想法的话，也可以啊，跟我们做个建议的。哦，好，那不欲人知的大善人啊，然后在地方的话，也真的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今天一夜调回来。然后也很高兴啊，我们李云洲李主委来接我们救国团的主委啊，真的是我们福气啊！我们市长掌声啊，来请我们主委也为我们讲几句话。哎，叶总，好，哦，啊，这个陈校长、林会长，
还有陈会长，还有林副召集人及各位贵宾、各位校长、主任、记者先生、媒体们，大家早安啊！谢谢。这个活动是由他从南投团委会调过来这边当总干事，他就提出这个构想。我个人认为他是很好，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人家在过圣诞节啊，他也是在过圣诞节，但是他或许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啊，我们也希望透过救国团这个救国团，他这个愿望能够实现。行啊，这次透过六个会，还有25个学校啊，学校去拜访这些学校这些学校总共大约有95位的学生同学他们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的需求。因为透过这个网络的平台，所以也我们希望将这个爱的种子遍布到每一个地方，让它开花结果，让这个善的循环以后好像说在宜宁县，你到北港你就会想到妈祖庙，想到杨丽花你就会想到歌仔戏，想到布袋戏，或许会想到宜宁。有一天让我们宜宁县的弱势家庭的孩子，只要你到了圣诞节，他们就会想到救国团会办一个活动，我们会借助这个救国团这个平程，就是满足他们的愿望。虽然他们的金额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希望弱势的家庭的孩子也是一个。这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林中理主任。那补充介绍一下我们六合国小校长李盈迪李校长。好，那接下来我们总干事主持。好，那我们在场的有3位会长，是谁？4位会长是有谁代表？校长，你们2位还是主席好不好？好，好不好？总干事了还有跟主委，还有跟各位校长，还有各位媒体记者了很高兴了因为这个我地总当然就是老有在讲，以前老有讲有放歌的影片蛮好了，我整个所以我一寡所以伊这个伊这款单400几件啊，好好了伊嘛讲咱明年会当阁全覆迄个覆迄咱前线来办这个。伊本身我嘛拢有参加一寡招迄个慈善团体的，我讲伊一寡，尤其是那个边缘路比那个低收就阮做啊，我慈善队我就讲叫伊讲，你过年你发当面就是讲做迄个边缘路的低收，因为低收一寡政府机关拢有补助嘛，边缘路拢无做，所以阮到了较大去拢做迄个边缘路，所以阮下场的角色我嘛很认同啦就是讲。慈善方面，啊，如果学生对这块的讲，那你讲讲继续搁办落啦还是伊，但我即摆照顾团实在，咱讲大家拢去打遐照顾团，讲啊照顾团拢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其实拢无影，因为阮咧反正嘛是讲无民进党的团，因为咧算无民进党的，嘛无讲拢国民党，大家拢打成一片，拢像阮大毕是做一寡社区服务，拢打扫社区，人社区的要求，我去打扫，我去打扫，无我逐个月拢固定打扫工的。所以，因为这即摆这个团，大家拢拖一寡义那些义工大家拢无薪资，也袂拢出来，都扫一涂骹，大家一早时都扫到骹，扫到拢是食些早餐，也是要开工，开工嘛，拢是要领义工钱所以希望讲，咱以后各个学校嘛来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团，谢谢。他是校长代表，两位来。校长代表是我们蔡长代。好，那是好，我们蔡校长。那我们主委、总干事，然后我们会长啊，一位的校长，早安哈。那其实以学校接到这样的讯息，我们觉得非常的窝心就是说像。他们可能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她小时候，她只能在圣诞烧个火柴，自己在她的心里面想一些愿望，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那今天借由我们就玩这样的一个义举来帮他们实现愿望。像我们学小朋友问他们为什么买背包，一背包主色很简单哦，拢是铁蓝玩，他好不容易今年有这样子，
让他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这样子就带给他人生无穷的希望。那其实就像我跟总干事讲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埋在他心中，以后他长大，他会去关心更多人，把这样的效益散发出去。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社会更需要来做的这样的事情哈。那今天也代表所有学校来感谢哈，希望这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学生啊能够学到更多哈。以上，谢谢。好，谢谢蔡校长，也谢谢在场哈，我们所有大家的一个肯定哈。那记者先生有没有要提问的问题？好，来来来，好，校长。好啦，安尼无啦，咱家己建一个理解嘛。好啦，来来。啊，我们每个人自己拿一份礼物啦哈，哎。你看一样按照启蒙大好来这波团正不正三比耶哈耶再比三 OK 好来好来自由创作一下好创作大概礼物拿出来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哈，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也能够满足一些弱势家庭的孩子的学生哈，让他们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我们透过救国团这个平台，透过网页啊，将这个信息传播下去，让社会一些善心人士他们来认见这个东西啊，来给这些小朋友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最主要就是希望这个善的心法一直传递下去，这个爱的种子能够播送到每个地方，让它开花结果。啊，我想我们感谢这个叶总哦，他有这个构想，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明年哦一定会扩大举办，让我们宜里县的一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对一个圣诞节哦，他们有一个期待，也让他们的希望能够落实。啊，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善心人士跟这些学校的配合，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这一次的新月月旦活动，我蛮感谢救国团这边哦，能够圆小孩子的梦，啊，这边代表所有的学校来感谢这样的活动啊，带给我们一个弱势。达成他的一个信念，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活动以后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相信有很多的孩子哈，蛮期待的哈，那也未来能够更多的孩子入境。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孩子能够感恩哈，啊，能够回到这个社会。感谢你，有这样的机会享受圣诞真正的一个意义。那感谢救国团这一次让偏乡的孩子有机会。在梦当中啊，寻找到他们自己真正的需要，在这个平台进行。好。
帮忙也能够把自己的感恩把它送出去，所以我们下礼拜一呢，我们要让小朋友呢也当圣诞老公公，他们呢要去社区送我们的关怀。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次活动呢，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小朋友做出的一个回响。好，那非常感谢救国团呢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呢也能够让小朋友有机会去散播他们的爱与感恩。谢谢。